为他付出的这一段过程大概多久？两年多吧。两年多。我是周涛总。Hello， 你好，我是 Catherine 凯欣。这一集的故事聊天室依然由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为你呈现。那大家都知道，成功集团呢，在全球各地啊，有着多间酒店，还有这个度假业务。Yep. 所以呢，在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修读由英国理代管理协会认可的大专。还有这个本科专业就可以成为世界一流的酒店专才，非常厉害啊！那这一次呢，我们要听的这个故事又有多么精彩呢？背靠背，让我来 tasty taste 这个。Oh yeah！ 每一集都有一个新的饮料，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要有好的开场，好的开始，我们拍摄才顺顺利利这样。这很像糖果的味道哎，有哎。这个故事会不会像？这个 mocktail 一样，这样甜甜酸酸的呢。这一次会是一个情感的故事。OK， 是这位女生在过去的一段感情上遇上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回忆吧？ Okay. 我觉得是。所以是爱情，是爱情故事。OK， 很沉重啊！突然先说一句，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们请她出来吧。Hello， 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在你的这条感情路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坎坷吗？其实也是从14岁开始的，就那时候我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这一个人，然后呢，我们就会一直聊天啊，就聊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吧，就大家都超过友谊的感情吧，可以这么说。Okay. 他那时候也是有另外一个喜欢的人，然后所以都在一起的吗？他们没有。OK， 只是喜欢啊，可是对方不喜欢他。然后也就是说他同时间对两个人有感觉，可以这么说吧。OK， 就那时候我喜欢他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可是那时候我在他喜欢另外一个女生的时候呢，我就退了嘛，然后就会有去找另一个人，然后过后。真的是有认识到一个，然后就一起了，然后就反正跟我那个朋友就没有什么再联系了，就因为不想再越陷越深嘛。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毕业了，去了别的州读书这样子，然后直到10年之后吧。啊，对，然后他就毕业回来了。也去外国实习回来，在等待工作的时候，我们两个也刚好没有工作嘛，然后就去了一次旅行，两个人的旅行。可是那时候你单身了吗？那我单身。他也单身。对。OK。有擦出爱火花了吗？他没有，我有。可是在这十年期间，你们都有还在联系当中吗？偶尔，不会是每天那种，可能就一个星期有几次。是吧，就可能他有烦恼的时候他就会来找我聊天这样子。就是你们是对方的倾诉对象？他的我没有。、okay. 可是你还是愿意跟他一起单独去旅行？哎，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机缘巧合吧，刚好是因为拿到一个 voucher 是吗？可是在你答应这趟旅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没有没有，就单纯只是觉得说 OK 要去旅行而已、啊、对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没有了嘛，那感觉毕竟已经10年前的事了，那我就觉得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是没有的。 OK， 然后结果不能。就去了那一次旅行之后那种感觉又回来了。是因为他做什么事情或者发生过什么事情导致有这样子一个就类似壁咚之类的？这样又不会啦，他也是一直很蛮主动的，就是通常他的主动到什么程度？坐这的时候就会躺在肩膀那一种啊。可是你们旅行之后有后续吗？因为既然你已经动了真情，那时候我原本是以为是没有了的，就只去一个旅行。可是那时候因为他想做一些拍摄的工作，对，需要人帮忙，然后那时候他就有问我可不可以帮他，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答应了。可是所以是你会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刚好帮他。不会。哦，你为他学。对，我完全不会。哇哦，我那时候完全是零的。他也完全不知道你对他动了真情。那时候不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要跟他告白吗？是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做得蛮明显的。我觉得他是知道，因为他有时候会开玩笑跟我讲啊，我知道啊，你也是对我有感觉啊，是什么的之类的。为什么你不要就是趁机就说我就是喜欢你？然后在一起，因为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就会跟我说，可是我不喜欢你。他那么直接，有没有让你就是一度动？那时候，而且那时候我也蛮胖的。OK， 那他就讲，
除非你说了，我就有可能喜欢你了。你认为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我不知道他是认真还是开玩笑，但是我认真。可是你们有没有谈话内容里面有聊到他的一些择偶条件？有的，会有的。然后他明显告诉你说，就是你不是他的那一 type 这样子。他也没有完全说，他也会跟我说，其实也不一定会跟着这个条件有感觉也是可以的。哦，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感觉自己有那个希望。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把话说得很清楚啊。嗯。对，而且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再见回之后，我们有一次就聊回以前的事情啊，我们以前整天聊天什么的，那他就会跟我说，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对你有好感的，只是可是我不会跟你在一起，他会跟我讲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给他希望啦，就是他可能这里假装拒绝了，然后这里又给他一点假希望，因为他可能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我不知道。他就是很怕你放弃，可是后来呢？后来到近期吧，因为我们因为有时候很常出去拍摄的关系，就每次都会一起啊，然后每天都会聊天。可是到近期，可能我就觉得他有点比较少找我啦，对我比较冷淡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多多少少猜到有点可能他已经认识了新一个人啊这样子。可是他没有告诉我，都是我自己去发现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有心让我发现的啦。嗯哼。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我就问他了，然后他才跟我承认是他已经有了另一半。嗯，然后可是你对他付出的这一段过程大概多久？两年多吧。两年多，我就是每天这样跟他跑啊，帮他做剪辑的东西啊，去拍影片啊，这种累，这种生活就过了两年多。可是过程当中你应该会来很煎熬吧？会啊。是什么支撑着你走两年这么久？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是两年真的很长，我一定会委屈到我就算了啦。就中间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那个感觉过了之后又继续了。可能就是很像我讲的咯，他在这两年期间也一直有给他一些假希望。对对，他好像把我变成一个依赖这样子，有什么事情都会找我啊，有什么事情都会找我聊，那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希望的一个东西。所以当另外一个人出现，然后我变成被冷落的那个，我就很不开心，那我就有跟他摊牌说这个问题，然后他也告诉我，其实我也知道你一直喜欢我的，然后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也没有去拆穿。可是为什么你还愿意帮他？嗯，因为他也帮过你瘦下来。他瘦下来靠的是自己好不好？就是你以前来瘦了多少？我好奇。最胖的时候是105kg 吧，现在是75。哇，真的瘦好多哦。可是从你的眼神感受到你还没有放下他。也不算完全没有啦，毕竟也没有得勉强了嘛，这种东西。可是你打算这样子的关系想要继续维持多久？就是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要暂停一下？他有了另一半之后我有想过啦，然后那时候跟他摊牌的时候我也有跟他说，你要我马上放下你是不可能的事啦，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用多长的时间啊，只是目前为止你不能 expect 我可以马上放下你这样子了，可能你要给我一点时间的，我就这样跟他讲。丢一个问题出来，大家也可以回答，是这种情况的话，他应不应该 block 掉他？我其实很想跟他讲直接断联，嗯，因为你不对自己狠心，其实就是对自己残忍，你可以做到吗？嗯。目前还不能。为什么？好像对他很残忍。可是他对你也很残忍啊，你花了两年时间在他身上耶。问题是他可能会有一种啊，对我残忍什么事情，我很精彩啊。对啊，不懂哎，就是他每次都会跟我说你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走心的是我，好像比较是我的问题。你为什么明明知道他在利用着你，可是你却不敢 block 他？他为什么可以这样残忍对你，你却还要继续残忍对自己？OK， 我觉得这样子了，你既然选择了上到来这个节目，你倒不如在这个节目里面你拿出你的电话，你就 block 掉他， delete 了他。我觉得你来到这里就是想要做一个改变。对，这个事情其实干扰你多久了？其实你说嘛，你已经懂完所有的道理，你其实已经有了那个答案，只是你没有有一个人来推你做出这个决定，所以你一直会纠缠在这个漩涡里面。而且我相信你很清楚知道这种道理对你来说都是有益处的。
来，请拿出电话。你担心什么？你顾虑什么？可能我放下了之后，我们还会是很好的朋友啊。那个到时候再打算啊。如果他真的是可以当你是好朋友的话，他也会理解为什么你见不到他。或者我这么说，我们先 assume 他没有想在你身上得到任何的好处，他单纯只是想要当你是好朋友。嗯。可是今天你的立场是，我想要成为你的恋人，所以你觉得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公平一点？他想要把你当好朋友，可是你想要把他当成恋人，可是当不成，所以其实严格来说是你在纠缠着他。嗯，我觉得你可以保留他电话号码。嗯，可是你要把他从你的社交圈子里面先抽出来，你可能先做一个 unfollow 的动作。嗯， unfollow 这个动作也没有 block， 你先让你从此之后刷社交的时候他不再出现，慢慢习惯释怀之后，你真的有一天你真的可以100%告诉自己说，我不会爱上他了，因为我有更精彩的了。或者 even 是你 follow 他之后，即使他来跟我说我单身了，你也不会走心了，那时候你再 follow 他也不迟啊。嗯，我再问了你一次，你想要或者你愿意在这里unfollow 他吗？也是可以的。你不要在这边 unfollow 了，你回去给我按回去啊！我刚上一个节目，他们逼我 unfollow 你啊！你有这个勇气，你先做这个举动好不好？嗯，来电话，谢谢。我很霸，我是可以看一下吗？霸的要死，霸的要死。你 follow 了，潇洒。你可以答应我们不要短期内不要回复他信息吗？嗯，应该是可以。我们今天帮你做了很果断的一步，可是之后的路你要怎么走？嗯，回到你的选择，你要回到去 unfollow 回的话，我们也阻止不了。可是毕竟因为你上得来，我们也希望你真的可以活得更精彩。嗯，最后我自己个人想要跟你讲的东西是，不要从别人的眼睛里面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就是他会怎么想我，就别人啦，任何一个别人啊，别人怎么看我，人家觉得我哪里好，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觉得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嗯，可是你今天做了一个改变之后，你就会发现哦， I'm different man。 很棒了，跟你们说，来这个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上课， You will also be different man。 因为这个成功集团呢，它的旗下在全球各地啊，有着多间酒店啦，还有这个度假业务。没错啦，只要你在这个 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修读，已经获得英国理贷管理协会认可的专科，还有本科专业，你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一流的酒店专才呀。没错了，那今天这个影片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分享，也希望我们推你的一把不会让你恨我们这样子啦。不会。那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的话，也可以欢迎去到 comment 那边给他多多的支持还有加油，也希望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人得到一些些的答案这样子啦。今天的 unfollow 是为你自己而做的。嗯，接下来每一步都要为自己而走。嗯，还有为了就是遇到未来对的他。嗯， OK，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